过来呀、不臭啦，已经不臭啦。过来，不臭了。赶快吃啊，你吃快点。还有味道吗？没有了。啊，楚毅，你为什么我阿米爽没吃完？这样不是？那他给我吃两口啊。你两口已经吃过了，你这个我阿米爽你不能吃多啊。那我还有一点点。好，你到那边去吃的。然后吃完了。